大家好，很荣幸能够参加 ISC，在这里同大家做交流分享。我叫彭浩洙，大家也可以叫我 Jeff。今天的分享与我们团队的工作相关，我将介绍腾讯内部是如何开展开源协同的，以及开源协同的几种形式。我从2018年加入腾讯，并一直从事内部开源协同的相关工作。今天的分享包含如下几个部分：你为什么要做内部开源协同？腾讯的落地形式 OT 的四种形式，以及一个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腾讯为什么要做内部开源协同？这个问题同时也是整个故事的开端。腾讯内部是从2018年930变革后才正式提出开源协同这个口号的。那对于腾讯来讲也是比较困难的一年。外部的业务压力要求我们以更快的速度、更多的资源响应客户的需求。整体而言，腾讯不缺资源，但公司内部六大 BG 相互独立，缺乏交流。早期的赛马文化成就了腾讯，但也导致团队的领地意识比较强。早期公司快速发展，有比较重的这个债。因此，对于腾讯来说，开源协同必须成功。那么，如何支撑开源协同这个宏观的战略，在公司内部落地呢？大家提起业界开源的项目，一般来说都会联想到自下而上、民主、松散这样的标签。但结合前文所介绍的充满压力的内外部环境，我们认为承载公司内部开源协同的组织要满足以下几个特点。首先，不上而下，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发起协同小组，但是一定要符合公司在该领域的底层设计，同时相似的组织只能存在一个。第二，至少要有一个团队作为主导团队，负责协同小组的日常管理，同时保证资源投入，为研发的进度兜底。业内很多开源很多时候把废弃的项目开源后托管到社区，但是在公司内部不行，协同项目不仅不能够废弃，目标更是要在公司内全面推广。在调研了业界开源项目的常见运作模式后，我们创造了 OT 这种组织形式。首先，所有人都可以发起 OT 的申请，申请人需要向我们提供一些简短的材料，介绍这个团队准备做什么，解决什么问题，能够带来什么收益，以及当前有哪些团队已经参与其中。我们会初步判断是否有价值让这个申请继续下去，如果 OK， 那么这个 OT 就将进入到孵化阶段。在此期间， OT 需要继续完善自己的方案，吸引公司内部与此相关的绝大多数团队参与。接下来他将受到领域委员会专家团的方案评审，如果评审通过，便进入到协同阶段，至此 OT 才算是正式成立。如果除了按照计划开发，同时还要推动 OT 的成果在公司内落地，所有的目标都得以实现， OT 的产物也在相应的领域成为公司的主流，并且可以持续的维护下去。资源已经得到整合，那么 OT 便可以走向毕业。当然，协同团队的变动、技术方向的转变等因素可能导致 OT 在任何阶段都终止。为了更好的帮助 OT 进行协作，并在公司范围内落地，我所在的团队代表腾讯技术委员会对接每一个 OT， 从申请立项、方案评审到协同开发、推广落地，提供全流程的辅助和协导和协同。腾讯内部已经有80多个正式的 OT， 我们发现不同的 OT 各有各的场景领域，因此各个 OT 设置的目标、协同中遇到的困难也都各不相同。我们将各种 OT 总结为4种类型，它们分别是技术组件协同、服务运营协同、规范标准协同以及资源共享协同。针对每种类型，我们从特点、突出、价值度量等方面帮助 OT 梳理自身的发展方向并予以协助。第一种类型，技术组件。显然，这种类型的 OT 一般来说都围绕着一个技术组件或者技术方向，由多个相同或者类似的技术提供方协同开发，团队可以合力攻关，也可以分别主导不同的模块，协同成果可以在各个团队内独立部署，输出物可以是自研的技术组件、产品、外部开源项目的腾讯版本以及其他任何广义上的技术成果。我们可以从以下维度来衡量这个 OT 所产生的价值：
例如获得的专利的数量、产品带来的收益、公司内外部用户的规模以及在业界的影响力等。举一个例子，家出非 OD 成立之前，公司内部存量的框架非常多，也大多数难以相互互通，大多数框架与 DBL 工具链的对接也存在问题，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，大家的分散非常投入，能力有限，协同也不足。之后 OTIN 整合公司内后台开发资源，将存量的框架收敛为一套，集中资源保证持续投入与运营，这也使得我们有能力对标业界领先的服务框架并且优化。第二种类型，服务运营，一般来说针对公司内部的服务平台，外要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平台，但是对内服务平台越多反而会增加员工的选择成本，因此统一的服务一般来说是这类 OTIN 的核心目标之一。有一点比较关键，其中成果各个团队不能够独立部署，应由 OTIN 向公司内部提供统一的服务，开发层面就以督导团队为主，陪同团队一般来说提供资源保障或输入需求。 OTIN 的价值可以通过用户的规模或在公司内部的覆盖率、 SLA 以及用户的满意度来衡量。以腾讯软件园为例， OTIN 成立之前，腾讯内部有超过10个源站，他们由 BG 部门甚至个人业务维护，这些源站内容不全，服务也不稳定。截至2020年中，腾讯软件园已经收拢了公司内部其他的主要源站，这些源站的运维资源得以释放，同时专人负责优化源内容，也更加全面，更新也更加及时， SLA 也稳定在了3.9以上，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。第三种类型，规范标准型，顾名思义，针对规范标准进行协同，并作为公司内部的权威指引，这样的 OTIN 除了制定规范的团队，同时还需要协助规范落地的团队，督促物可以是公司内部的官方标准规范，也可以是业界比较有影响力的规范协议的。 OTIN 的价值度量可以从用户的规模、覆盖率、业界的影响力等方面来度量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腾讯代码规范， OTIN 成立之前，腾讯内部没有统一的公司级的代码规范，项目的交接、技术交流成本都非常高，开发同学要求制定统一的规范的呼声非常高。 OTIN 成立后，目前已经制定了根据腾讯实际情况的13门源的代码规范，通过扫描工具以及开源治理，这些规范在公司内得以落地。最后一种类型，资源共享型，将数据资源打通或共享作为团队的协同目标，成果可能是一个公共的数据库、资源库或是一套共享机制等，这样的 OTIN 不能简单的用代码或具体的产物来衡量其价值，这主要精力可能放在如何解决打通内部的流程、破除壁垒上，他们从团队以及公司层面实现成本节约，帮助业务团队获取更大的利益。不过我们提出这种类型的概念也比较新，相关的协作也还在公司内部持续的探索并孵化当中。以上便是腾讯内部开源协同的几种形式。做个小结，外部的压力以及内部的问题要求我们推动内部开源的协同，我们根据腾讯的企业文化以及实际的环境，定义了 OTIN 这种组织形式用来承载开源协同战略。我们将 OTIN 分为技术组件协同、服务运营协同、规范标准协同、资源共享协同等四种类型，并针对每一种类型，我们从特点、输出、价值度量等维度，从这些方面帮助 OTIN 梳理自身的发展方向并予以协助。好，大家，这就是我的分享。